面试九大工商团体，侯友宜打头阵，抢先赖科出席台湾经济发展论坛70分钟 Live Q&A， 求来就打。尤其大陆生，我们欢迎来台湾就读，也欢迎来台湾就读以后有机会慢慢走到让他们来这里就业，不用等到1月13日了，我就要当选。希望啊，政府说301要开放陆客的，拜托大陆越多越好，不要像我们只说开放2000个，替去康都不搞了。号称别人不做我来做，侯友宜左抛政见，右打赖萧佩，更首度呛杀萧美琴出来打球。赖清德自己也说他是台独的务实工作者，我要问萧美琴，你是不是呢？不久前才被柯文哲狂酸反正给侯友宜选也不会上，赵少康硬起来对柯扮黑脸，你自己选才不会上。柯文哲是常常乱讲话了啊、哦，那好像大家也不在乎他乱讲话了，哦，所以他就习以为常了嘛，哈、哦。那喜欢这种个性就投他，那觉得这种个性不适合当总统就不要投他，也就这么简单而已。侯赵联手出击，民调紧追赖萧车尾灯，一度扬言侯友宜不退选就发动罢免。音乐人刘家昌脸书大赞朱立伦这波操作真的好棒棒，因为找来韩国瑜赵少康让国民党空前团结，就连曾对蓝营失望透顶、不想投票的一群蓝营朋友多半都已经归队，更传出绿营主要攻击目标并非侯友宜，而是赵少康。我真的很怕啊，不知道他们要干嘛啊。不过说回来了，进厨房就不要怕厨房热嘛。我就敢来选哦、啊。讲实话，你要抹黑、抹红、抹黄，你要干嘛随便你啦。深蓝大军压境，战斗蓝站起来，要民进党把皮先绷紧一点。金星文黄宏宇、徐荣草报道。